bottle up 就是憋在心里、克制、遏制的意思。那 bottle 就瓶子嘛 ，bottle up 就是用瓶子装，所以它就引申为憋在心里。咱们举个例子 ，She said it was unhealthy to bottle up problems。那他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说你把问题憋在心里是不利于健康的。好，今天我们讲了 bottle up 指的是憋在心里、克制或者遏制的意思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，请在下方点订阅，并转发给喜欢的朋友，谢谢。